嗯，他大招溜了，溜得漂亮，一手二技能砸砸砸！哟呵，兄弟，塔下走，有点东西啊！算了，我好像又能救你。华丽又漂亮的生存到最后。哇，这你还想让我挡？太残忍了吧，对我！往哪跑？我躲。这不搬大桥，坐电梯被坐死了呀！ Double kill， 大招 A 一下，那一技能再 A， 闪现跟。Double kill， 别怕呀，可以打呀。为什么要怕呢？我这个劈没劈到，也是蠢。先吸一口。Double kill。啊！我应该是铭文有问题，我没有吸血。嗯。哎，我有吸血。哎，那我就找不到借口了呀。我想，能别打我吗？呀呵，回头，呀呵，呀呵，他是进化，闪现 A 二，漂亮，是吧？他，我看弹幕去了，等，可怜看弹幕。哎，你们稍微等一下，等五秒，等四秒，四秒，两秒，一秒，我跳。我跳，我跳，一手二技能，往这边走，别慌，我开大，我开大，我跳跳跳跳跳，精准二技能，我哭了，精彩二技能，跳跳，我跳，我受不了了，这个怪英雄真的是难，你确定要跟我打？跟我打，不用管了，往这边一拉，顶一下 A 一下，他是不是要跳大了？他应该是要跳大了，我就断他一波，再断他一波，开一技能斩杀 A， 哎嗨、大仙，我是你粉丝，我的微信公众号是。没，他不说话了，整天一天到晚说是我的粉丝，连我的微信公众号是什么都不知道。虎牙688，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